大家好，我是橘子冰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主播的露脸照，照片都是在 YouTube 和网上找到的。如果我哪里不对了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个，红尘。这张照片是在红尘的 YouTube 里找到的，刚好不小心漏到一点。二，林浪浪，在侠客红尘的 YouTube 找到。三，球姐，来自马来西亚的女主播。四，吴子毅，很年轻是吧。五，老司机，很帅对吧。六，乌鸦玩游戏，很可爱是吧。七，平克曼，一个正能量主播。八，不求人，这张照片里的女生是他女朋友汤圆。九，冰糖小仙女，照片是在网上找到的，所以不太可信。十，唐心，冰糖的姐姐，很好看对吧。十一，狙击手麦克，最近和老司机合作拍影片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十二，奔奔，视频内容搞笑有趣，样子也很可爱。十三，小梦，奔奔的好朋友，颜值也很高。十四，突击手蜜欢，样子偏暖男，也很好看。十五，燃茶，有人还记得他吗？你们想不想念他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为止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，减肥成功。